开始了吗？有了。来，就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花莲的玉里桥头臭豆腐，这一家是只要来玉里玩一定要吃的那个美食的名店。那我们现在先在阿伯来之前先试吃看看味道如何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臭豆腐上面有非常多的泡菜，然后臭豆腐我先吃一个看看才知道口味。大家好好吃哦，怎么好吃，转做美食节目。阿伯又来了，真的很好吃，外酥内软。哦，爸爸，那个阿兄，你的直播要冲破100了。吃起来的感觉就是觉得，哦，破100了，里面是香的。虽然在外面闻的时候是有臭豆腐味，但是在嘴巴里面的话是那种香酥的感觉，这样子。加一个好吃，加一个。到底好不好吃啦？好吃啦！这个臭豆腐如果是5颗星的话，我就是给5颗星啊，就真的很好吃。这家臭豆腐如果说是第二名，没人敢说它是第一名。哇！老板，人家竟然付我钱了。那就这样，那我们等阿伯过来一起跟人格本们一起吃那个臭豆腐。好，你继续吃啦，快点。好，那我要继续吃。桥头臭豆腐好不好吃？不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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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赢啊！不赢啊！来了吗？好假，好假，好假，想要回高雄开分店，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哈，好吃哈，加更好吃。来了，阿伯来了，阿伯来了，我来拍，我来拍，换我了，换我了。来，你在旁边讲话，我来拿。哇，陈医师来了，陈医师来了。哇，阿伯来了，阿伯来了，阿伯。阿伯在哪里？阿伯在哪里？你过去迎接的。阿伯。一盘几元？一盘几元？一盘几元？阿伯啦，你要从哪边走？这边还是那边？是吧？臭豆腐大的一盘100，小的60元。来，妹妹，妹妹，哎，直播来，嘿，欢迎进来。有大概2万的车粉在看。来，阿伯下来了，阿伯下来了，阿伯下来了。这个妈妈带她的女儿来找阿伯，她没有想过阿伯会来玉里。来，帮忙帮忙拍，帮忙拍。哇，竟然这么晚还有230个人在看直播，哎，真的，今天大家都那个很捧场了。要大象模式，我要在这边。一位。今天跟阿伯拍照还附赠那个可以跟佩奇一起拍哦，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哦。这边有一电视跟那个台视的记者，就是张新文跟吴怡萱都在这里吃臭豆腐。300有礼物吗？我们看可不可以超过400人，好不好？400人再送个礼物。大家按赞按分享哦，深夜这个时段只有我们在这边直播。OK， 好，请往后面哦，请往后面，来站这边哦，三，还有一位吗？等一下，等一下。
来啊来啊，左右站哦。OK OK。后面我知道我知道，三两横的三二一 ，OK， 谢谢，请坐。一位。好，你看这边好，三二一 ，OK， 好，一位。没问题，爸爸。没问题，爸爸。这个柯本穿的是阿北那个摔倒的那一件 T 恤哦 ，Never Give Up。这应该是我直播阿北最除了大甲妈祖绕境之外，最晚的那个在外县市的行程。好，换弟弟，换弟弟，换弟弟，这也可以在这。来，妈妈这边摇摆，好，看我这边哦，三二一。臭豆腐的味道在这边闻真的蛮臭的，但是吃在嘴里是没有臭味。好，三二一 ，OK。谢谢，谢谢。哎，我相机，好，拍一下牌子。好，三二一 ，OK。好，谢谢。一位，等一下，它关掉了。有吗？好，看这边哦，三，等一下哦，三、二、一，好，谢谢。谢谢。看这边哦，三、二、一 ，OK。还有吗？还有吗？弟弟签名吗？签名签名，这个是这位同学的。哦，我知道，我知道。先清了，再清一次。封面，封面，封面可以吗 ？OK， 谢谢，来了。还有吗？还有吗？有吗？有吗？啊啊，有啦，有，还有，还有，还有。哎，帮他拍，帮他拍。看这边哦，哇，破三百了，加油！四百，四百就送小礼物哦。三公半列哥，还没在那边，外面吧，外面。哎，没有，没有，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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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边呐。桌面帮忙清一清，大一种。OK， 阿飞这边。来哦，叫鬼哦！那边有台，那边有台阶。来，董事长，这个要特殊的吃法喝法哦，那个豆浆四分之一，哈、哦，红茶四分之三，阿伯现在在喝那个红茶豆浆，豆浆红茶是一样的，四分之一豆浆，知道，哎，不能，请用。哎，我那个滚。小心要筷子啊！小心筷子啊！我要筷子，是啊，就是筷子。豆浆加红茶。
心，小心。来，市长跟部长，我看一下怎么样。那个臭豆腐，我稍微端起来解解了一下。来看一下这里，来不来？对。哎呦，大年英雄小姐。好，谢谢。OK 了啊，要到了。那我们哇，破四百人，那熊熊会抽出一个人送出有阿伯签名的东西哦。不行，哎，坐。哎呀，拍谁哦？可能一个人吃一份真的太多。有，来。我不用。我每天吃哎，加到几分？我每天吃。来，我们所有人站在市长后面，然后坐着贵宾，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里。来来，我们一起快快去站在市长后面。哎，志工站在后面。比个月。来，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来。站。快，一二三。站。来，再来一张哦。好，谢谢，谢谢。没有拍了，还没有，我会杀你进去。他在跟我们这里讲，他不管就会走路，现在他会消失。那就在那里了，有那边有，那边。黑洞在旁边，那边。看到不爽啊！文杰，红棉嘞，未到开发票嘞。合照，后面有一个，老板，嗨，OK， 好，谢谢，好的，这样有。未到多少钱嘞？多少钱？多少钱？很好，很好，很好，对阮内心。哎，你爱垫高不是？而且，这一家臭豆腐生意很好，所以还有开统一发票。谢谢。大家加油，看可不可以破五百人哦。臭豆腐的上面是那个凉拌的那个萝卜丝跟泡菜，所以夹着臭豆腐一起吃，吃在嘴巴不会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还蛮爽口的。那以前是游客来看的啊，你上去啊。我头前这个是大年的印度小，我一地震带给抓到你，地震带。阿伯那一盘好像快要吃完了，所以依然吃饭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应该是不用，这样子看起来还蛮明亮的，还可以。在这边有一个灯。臭豆腐的味道真的蛮重的哎。画质好烂，是不是因为太暗了，还是网路的关系？大家有机会来花莲的话，经过玉里一定要来这边吃哦，桥头臭豆腐非常好吃，可以去看 Google 的评论，应该有3000多篇吧，都大部分应该都是给4.5颗星或是5颗星的评价。
这边的红茶跟豆浆混在一起喝，非常好喝。所以记得来吃臭豆腐的话，记得要点红茶跟豆浆。那这边还有两位记者是吴怡萱跟张新文，一个是台视记者，一个是一电视一新闻的记者哦。你长得比较漂亮，我才上你。真的啦。那暑假怎么暑假啊？对啊，可能是这样。哈哈哈哈哈。困难上打干活，还有老板。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那么暑期啊，你那来干活？明天早上会跟阿伯去割稻哦，所以大家记得早上要看直播。刚老板是说豆浆要加四分之一，红茶四分之三。过四百五了，哇，好棒哦！希望没吃完之前会破五百了。刚自己吃了一盘，蛮好吃的，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吃看看哦。玉里的桥头臭豆腐，招牌好像上面没招牌，但是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招牌。五六十年，哇，那这间店真的很久了，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一直躲开啊，一躲开我一直搞啊。今天感觉佩奇医师跟阿北都蛮开心的，可能是因为有看到海的原因吧，然后去逛森林公园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感觉都很开心这样子。台东跟花莲的空气都比台北好很多，然后这边的视野啊都很开阔这样子，可以看到就是绿油油的那个山啊，然后山林线很清楚。现在我们是在花莲哦，三个小时之前还在台东，但是现在已经在花莲了。这边是花莲的玉里。十一点了，对啊，十一点了，但是臭豆腐店人还蛮多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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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吃饭。阿伯的行程好像吃豆腐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安如姐拜拜。那我们就等明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在花莲，然后给开直播给大家看阿伯去割稻。最后应该是要跟臭豆腐店的老板合照一下。老板娘，老板娘，我帮你们拍，我帮你们拍。先让老板。先让老板来。老板要先上。老板，好好好，先给妈妈拍。快点。对，先给我们妈妈拍。来，妈妈看桃金家哈，来看桃金家。好，来看家哦，一二三。啊，员工要做会翕无？我帮你翕好不好？好，来来来，你们一起进去。员工一起进去。哎，大家别害羞哈，来来来，蹲下来也可以啊。一起进去，你们一起进去。来，让他比较害羞。还帽子哎，口罩帽子，口罩帽子哦。来，口罩帽子拿下来。露出脸来哦，露出脸来。来，大家看我这边哦，来，一个赞。好，这一张一二三赞 ，OK， 谢谢。还有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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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哦，那直播可能就到这边要结束了。那明天早上的话，我们再公开行程，可以开直播再开直播。晚安，好，阿伯走了，拜拜。